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一阶段留影场景角息原神启慧的中序活动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全木人流全之众原神 5.0。 那这个视频是原神 5.0 新活动启慧的中序的第一部分的留影场景角息的攻略。我们先传送到回声之子左边的七天神像，从这里过去。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两只长得像长颈鹿的动物，这两个就是我们的拍摄目标，我们一个个的来拍。拍摄之前记得先装上活动给的留影机，我这边已经装过了。好的，接下来是第二支。好了，这样就拍摄完了。那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